备，开始。聊斋喜剧系列。想呀想不到啊，想呀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想不到，聊斋惹人笑。横看竖看不挖不工地呀，悲喜知多少，悲喜知多少。笑是祸呀，祸呀祸是笑啊，笑祸能把五狗烧，能把五狗烧。谈胡说鬼，莫呀莫当真啊，开怀轻轻笑，开怀轻轻笑。给谁呀？我吃啊。放你妈的狗屁！你刚吃完饭你就饿了，你少跟我耍滑头。这饭是不是给那个老东西送去呀？娘子，他可一天也没吃饭了。林三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心里只有他没有我。他是我的老娘啊。老娘跟老婆谁重要啊？都重要。哼，这世上只有老婆重要，哪轮得上老娘不老娘的。谁是老娘啊？老
就是老娘。是是，老婆就是老娘。现在不把老婆当老娘的不多了。把饭放下，放下，不许给那个老东西送去，套了喂鸡还能给我下蛋呢。好了，我要洗脚，给我倒点不冷不热的温水来。哎，哎哎，来了来了。还是给您送去。林三呐，啊，老娘都快饿死了，那泼妇毫无人性呢。娘，你小声一点。你这没用废物。我，他太厉害了。你不是男子汉吗？男子汉，还男子汉都怕老婆？哎呀，胡说！谁胡说？我。谁胡说？我胡说。好好一个人，胡说什么？这去，给我倒洗脚水去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你爹哦，下的什么种哦？祖上缺了德，还不知道是什么烂东西生出你这个现世报呢。你出嘴也太损了，你年纪轻轻的就不怕折寿啊？啊，折寿！告诉你老妖婆，我离死远着呢，不像你早就该进鬼门关了。娘，娘，哎呀，你们就别吵了。哎呦，我吵，明明是你妈欺负我，还说我吵。哎呀，你们娘俩合起来欺负我呀，快让我怎么活呀。你又要去干什么？你小丫子懂什么？我知道，你又想打抱不平了。要是给老夫人知道，一定会气病的。住嘴！我才不管别人的事儿呢。你，你欺负你，你讲理不讲啊？啊，讲理，讲理要跟人讲啊。怎么？你说我娘不是人？怎么了？我就说她不是人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哎呀！我，你打你打，我给你打。啊，三儿，三儿，你给我打！哎，哎呦，你真有出息！这就是你的出息。我真没用。走吧，走呀！我操！娘，你给我娘出去！娘，回你自己屋里去！娘，少在这儿挑拨离间。我挑拨？娘子，求你行行好，给老娘一点饭吃吧。谁没给他饭吃了？家都快让他吃穷了。什么？养狗能看家，养猪能卖肉，养他养不起哟。孟哥，你不能去。孟哥，千万别告诉我娘。孟哥，好啊，林三儿，你敢跟我顶嘴呀？我打死你！你再顶嘴，我打你！娘，娘，好啊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我看你们俩来欺负我，打你，打你，娘，你躲
不走，我让你住手！我要还。崔莽兄弟，哟，姓崔的，你算老几呀？我们家的事要你管，我要打就打，打死！哎呦，打着你敢再打？哟，你还管起老娘来了？像你这样不孝长辈的恶妇，人人都该管。你不过是个邻居，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你给我滚，不然老娘告你个进门抢劫！你敢骂我抢劫？哎呦，骂你我还揍你呢！你这恶妇，向老人家跪下，向他赔礼。哼，做梦！我还要他给我跪下呢。我打死你！哎呀，打你！要打死你！打死人！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这恶妇是我打死的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我崔猛认了。老婆，崔少爷，慢着，崔少爷啊，把人打死了。老夫人，这家媳妇也是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我受了这么个闯祸的孽子啊！老夫人，少爷实在是忍无可忍，这才……你不要替他开脱。嗯，回来。母亲，崔德在，快找绳子来，把这个孽子捆绑送官。老夫人，这可不行啊！崔家就这么一个后代的根呢，送官要杀头的。杀头就杀头好了。孽障，你有几个头好杀？我多少次告诉你，不要惹是生非，不能多管闲事，可你就是不听，逆母之意，一意孤行。你今天闯下如此大祸，你一死何难？可孤独老母年迈如风中残烛，余年之事谁来安排？啊，这可怎么行呢？不，老夫人绝不能把少爷送官，绝不能为那个恶妇偿命啊！人命关天，这又如何是好啊？哎，老仆倒有个主意，把林三找来，替他娶一方媳妇，再多给他些银两，这样也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哦，两厢情愿，他只要不报官也就罢了。这能行吗？那林三也不是好人，干脆一块杀了算了。奴才。侯爷，崔德在，你先去找林三试试看啊。老夫人，您放心吧。多谢老夫人周济之恩，邻里之间相安无事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啊，林三啊，你带着这个丫头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。以后再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林三代老母向老夫人叩谢。哦，免了免了，起来吧。啊，也代问他老人家好。多谢老夫人。好，走。
总算过了这一关了。是啊，这是老太爷在天之灵给崔家的保佑。哎，肉霍金，肉霍金，你又过了这一关。哎，你说什么？看我不打肿你屁股。我告诉老夫人去。哦，别，别胡闹啊。爸，你就是怕老夫人。你这个小孩牙子，你懂什么？不听老娘的，听谁的？嗯，你以后还惹不惹祸？哎，不是我惹祸，是祸惹我。哼，你就是爱管闲事。咱们这块地方有谁受欺负了，你就爱打抱不平。你就不能不管吗？世间不平的事儿，正因为没人管，我才管呢。你是谁？你是救苦救难的孙悟空吗？啊，好一个小孩牙子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老夫人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老夫人不肯吃饭了。啊，娘。娘，你吃饭吧。从今日起，老生自恶之死，了却此生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可以改啊。你改不了的，顽固不化，无可救药啊。娘，您就喂我吃一点吧。娘就是为了你才不吃的。老夫人，你就饶了少爷这一回吧。老夫人，就宽恕少爷这一次吧。老夫人，我也给您磕头求情了。哎，孙哥小小年纪，比这个孽子懂事多了。啊，老夫人，您多夸奖了。森哥这小孩子像个小大人，但也淘气得很呢。赵某自从南昌逃荒来此，多承老夫人知遇之恩，让赵某坐馆教书，待遇优厚。臣不知如何报答您呐。今年家乡年成教封，我想明日即携森哥回去了。哎呀，他俩情同手足，怎好割舍啊！啊，以后有机会，一定再来拜望。这一次，就请主母老夫人宽恕孟少爷一回吧。啊，孽子，还不快谢谢赵先生！赵先生，我崔某发誓，绝不再管闲事。关门干什么？陈大少爷。春光无限好，开着门不全泄露出去，不可惜嘛。啊，专门勾引女人的老手。小娘子啊，为了你，我花了多大的力气哟。大姐。你们，你不是跟邻居林姥姥逛庙会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林姥姥不舒服，说是不去了。妈的，他不舒服，也不让别人舒服，真是老不死，是为贼呀！你才是贼呢！嗯？啊，是贼，不更好吗？正好把你偷了！宝贝儿，来呀！我告诉你，不接，千万不能说出去，说出去我们大家都没命。我告诉你，你姐夫脸生欠了我3000文的债，我要他把你们姐妹俩都抵押给我。畜生，畜生！
你敢骂我少爷？今天我非玩了你不可！你还是人呐！多保重，小海牙子啊！一定要听话啊！孟少爷，回去吧，已经送了十几里路啊！孟哥，回去吧。小矮丫子，别哭啊！留神我打肿你的屁股。孟少爷，要好好的侍奉老夫人啊，千千万万不要再管他人的闲事啊！我们后会有期，多保重。再见。多保重。我会想你的，回去吧。男人不流眼泪。啊！有人跳悬崖！少爷，你不能管闲事。事关天，不能不管。少爷。那会摔死的，听见吗？啊！我甩上去又摔不疼你，你可以不管吗？你听着，我本来是可以不管的，你不管才好呢，巴不得你不要管。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能跳，不行，我不能眼看你去死。我不想活了，你快走，我不要你管。我要管，就是要管，是有人欺负你了，还是有人委屈你了？你说出来。我管到底，真的。我崔猛说话算话。啊，崔猛，你是崔猛，崔猛大哥。冷静些，有话尽管跟我说。医生。你这个活王八，告诉你，少爷看上你的老婆，这是你的造化。你欠了我的债，用老婆来抵，现在还到处喊冤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哼，我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，今天你给我写一份无悔状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陈少爷，我李兴和你往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你霸占我老婆不说，还要逼我写无悔状，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？嗯，王法。少爷，我就是王法。我告诉你，少爷有的是银子，今天就是让你看看是王法管用，还是少爷的银子管用。呸！嗯，银子比血管用。好，有种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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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李师，你写不写无悔状？我不写什么无悔状，我不会写。好，你等着吃苦吧。打！我这就去玩你老婆。打！姑娘，你可要想开一点，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！我们家少爷那可全是好心啊，姑娘。喝一杯啊。不会。冤家，你要把李绅怎么处置啊？宝贝儿，你说吧，你的小嘴一动，我就能要他的狗命。何必要他的命呢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到底我跟他过了两年呢。放了他，他要是来报仇呢？废了他，让他永远也报复不了你，不是更好吗？黄蜂尖儿，蝎子尾，最毒的还是女人心呢。看你把我说的。心毒色美啊，我的宝贝儿。还有我妹子，她逃了出去也不知道生死啊。管她呢，反正本少爷玩过了，味道还真不错呀。是死是活是他的事儿，谅他也翻不了天。多狠呐、人家可是黄花闺女。黄花闺女？哼，本少爷玩的多呢。坏透了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呀、就要这么看见。怕什么？我还想把李绅带来，让他看看本少爷是怎么玩他老婆的。那我可不干。宝贝儿，你要是疼我的话，就把你的妹妹带来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啊！该死！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没想到我会来看你吧。你给我出去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哟，你说话不要这样绝嘛！你不想见我，我还想见你呢。呸！人有脸，树有皮，你还知道羞耻二字？什么叫羞耻啊？男女间的私情本来都是你们男人造的孽，我们女人招谁惹谁了？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女人却总是要从一而终，到底是谁不知道羞耻二字啊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你没有脸在我面前说话。你和那个陈家海私通不说，还把自己的亲妹妹送给人家糟蹋，你还有点良心吗你？哎呦，申郎呀，就算我对不起妹子，
啊，可总是要给我一个补过的机会呀。我今天来就是要打听妹子的下落，啊，她在哪儿？咱给她找个好人家享福去。你休想！嗯，去，这肯定又是陈家海那个恶贼出的主意。啊不，你为虎作伥，还把自己亲妹妹送进虎口。不要把人家想得太坏了，陈家海有钱有势，一表人才，把妹子送给他多享福啊。哼，难道你要把他留下来当小老婆啊？你好了，来喝口鸡汤消消气儿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。不，我不喝。哎呀，我不喝。喝吧，这是毒药，这是毒药。李深，陈少爷随时都可以毁了你。我先毁了你。李深，你等着。老天哪，你怎么不长眼呢？哎，孟少爷，老夫人对我可好了，她让我送一碗莲子汤来给你。你哑巴了？孟少爷，你不吃不喝的在想什么呀？哦，你是担心我姐夫李深呐？林姥姥告诉我了，李深已经放回家了。唉，一身的伤，正在调养。哎呀，你说话呀，不说话急死人了。少爷，哎，崔大爷，他少爷他呆掉了。少爷，孟少爷，少爷，孟少爷，崔的大叔，都是我害了孟少爷，我不该告诉他我受欺负的事，我害了他。别哭，这个事儿怎么能怪你的？孟少爷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我就去死。傻姑娘，少爷是我抱大的，我明白他的心思。你明白？他见人间不平事，不管是活不成的。崔德大师说对了，说对了，孟少爷。人间不平的事多得很，我家的事你不要管，不要管呐、啊、你管了会吃亏的。那个姓陈的有钱有势，又坏得钻心，他会害死你的呀。姑娘，不要再说了，走吧。
冤枉大人，冤枉！你深夜杀了陈大官人，还杀了你老婆，法网难逃。大人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冤枉死了。有话大堂说下。我李深一身清白，遭人欺压，平白无故受此冤屈，天理何在呀？快走，快走！大人，走！何在？老爷，老爷，下面跪的是什么人呐？老爷啊，人犯尚未押到，没有人啊。那你碰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老爷啊，你一定是打瞌睡，是梦遗。胡扯！本县从不深闺，哪来的梦遗啊？老爷啊，我说的是梦遗，不是梦遗。我的意思是，好了哈，别意思思了。你这个绍兴官话净出毛病。有机会我送你公费旅行到北京，学习学习官话。人犯到了没啊？啊？人犯到了啊，在哪儿呢？带人犯。哎呀，人犯到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现在人犯还没有到呢。哎呀，真扫兴。见人还没到，他们那么早来开堂干什么？真是忙好在家再打四圈吗？人犯李深带到。哎，还不来，本县我就要退堂了。走走走，走走。多。哎，哦，都，你老爷，我，哎，干嘛？我这儿跟你斗蛐蛐啊！下跪何人啊？小民李深。你知罪否？都，你一刀连伤二命，居然不知？啊，李深呐、啊，你李深，好大的胆子！冤枉，实在冤枉啊，老爷！陈家海绝非小民所杀。不是你杀的，那是谁杀的？那，只能问老爷您了，小民如何得知？哎，你倒好，一推六二五，那么责任在我了。老爷，李深出于报复，杀死奸夫淫妇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是吗？陈家海霸占了你的老婆，你不杀他，谁杀他？这不是秃头的狮子明摆着的吗？小人斗胆敢问老爷，说小民是杀人凶手，有何证据？你说有什么证据啊？问我？哎，不问你，问谁啊？来呀！有。大刑伺候。站！我看你冤枉啊，老爷！哎，实在是冤枉！冤枉！打！哎，香草啊！哎，老爷呢？老爷有公事。废话，我找老爷才是公事啊。他在厕所里解手，老爷说他人是公家的，坐马桶也是公事，所以叫出宫。胡扯！哎，谁胡扯啊？我胡扯。你的官腔不准，常常要闹误会。哎，香草啊！哎，老爷要谈公事，你回避。是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李深的案子写得怎么样了？一年多了，再不了结，上司要是有一天忽然想起，
怪罪下来，咱，哎，这鬼，李生要追究责任了，糟了，你糟了，我糟有什么用啊？李生糟了，他承认杀人了。衙役们有的是办法，把古今所有的酷刑都用上了，就连洋人用的那个新招也用上了，叫过电。他就是铁大的汉子，他也受不了啊。太好了，太妙了，升堂定罪，太妙了。哎，老爷，我们现在，打几圈麻将去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，陈家海是我所杀，只因高堂老母在世，不能泄露。今天大事已了，我也不能让李深受这不白之冤呐。我这就去自首。少爷，你不能去，你去就是去送死啊。孟少爷不能去，千万别去啊。柳妹子，是你姐夫李深受这冤呐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去死啊。当然不愿意。杀人者偿命，我崔猛不能让别人替我死。少爷，你死我更不愿意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替你们去死。真是傻姑娘啊。少爷，我决心已定。少爷，不能去啊。你们这是何苦呢？